洗好又挂在里面，可是我早上摸有点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干，然后想到外面已经有点阳光了，我把它挂在那个窗台外面，这样风吹吹，没想到它就掉下去了。还好他们有一个那个阳台啦，可是他那个窗户又不能开啊，下面不能开，只能开上面，那也捞不到啊，就去拿雨伞来勾啊。那钩怎么倒钩？对呀、啊。先煎一颗来吃吃嘛，好，那你先煎一个，先煎一颗来吃，亮哥的，先煎，你是要煎，不是单颗的，是可以啊，亮哥，你是不是刚刚打颗蛋进去，我刚刚没来不及，已经吃完了，我关了，我知道，先煎一颗来吃吃，一颗来吃一吃，然后待会你要半熟还是全熟？半熟半，算了，我面已经吃完了，全熟好了，全熟好了，半熟很爽，半熟淋酱油了，那半熟。半熟淋酱油，半熟淋酱油听起来是蛮屌，是一个日本人名。半熟淋酱油，大哥超可爱。我早上才吃泡面，真的是蛮好笑的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对，放这个就好了。哇，不用不用，没有仪式感。是哦，这么漂亮，好吧，这样多洗个碗。亮哥先吃第一波、啊，我就先吃了。对啊，先吃。不客气了。还是老人家，没有。他说他们那边黄仁勋超喜欢。哦，哦，哎呦，流汁哎，嗯，煎的刚刚好，爆浆。好吃。淡。